家好，生活点缀美味，素排可以增加味觉，同样的素材却能做出别方风味。请您一起来制造看看一道西式的黑椒豆腐排。黑椒豆腐排的材料有老豆腐、干香菇、玉米粒、玉米淀粉、黑椒粉、姜末，希望您喜欢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希望您喜欢这一期的营养美味豆制品黑椒豆腐排，期待下次与您素食有约，一素一菩提。